一般咧，工廈都會比較陰沉啦。但係呢間工廈嘅餐廳叫做 Five B Five Corner， 好光猛嘅。你見到咧有成排窗，仲有窗外位添。本身咧冇諗住特登介紹呢間餐廳嘅，因為你見我咧已經開始咗食噶啦。咁陣間補翻張相啊。點解要介紹呢？因為我都食過幾間酒店嘅 tea set 啦，但呢間工廈 tea set 咧一啲都唔差喎。你見佢咧啲嘢食都好精緻，啲擺盤都好靚噶。佢用嘅嗰啲容器咧，全部都好靚噶。點解又突然間錄翻咧？因為佢咧就咁簡單一塊鬆餅咧，都非常之咁好味。你見佢？例如啲鬆餅啦，係心形啦，嗰啲鬆餅嘅牛油啊，水果醬咧，牛油都係心形嘅。佢啲嘢食咧好高水準啦，酒店級嘅水準，不過係平民價咯。佢係原價好似$336，而家特價288兩位，一位就400，好抵好抵，可以一試。看我們的短片，看完麻煩你，希望你可以給多個 like 我們，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，還要按旁邊的鐘仔，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下一條片了，拜拜。